子深虎选商，好皮好价上天猫。本节目由轻松种草自由拔草的天猫独家冠名播出，高护乳源自然天成。本节目由高蛋白高乳脂奶源的美素佳儿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拥抱旷野放开爱的三星 AI 折叠手机赞助播出。放肆生活去燃烧，好品好价上天猫，上淘宝搜燃约梦想家，抽惊喜红包，高护乳源自然天成。本节目由高蛋白高乳脂奶源的美素佳儿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拥抱旷野放开爱的三星 AI 折叠手机赞助播出。五谷营养好周到，本节目由银鹭好周到行业赞助播出。上天猫搜小吉家电，本节目由专业分类型品牌小吉家电赞助播出。深睡续航，燃月绽放，本节目由喜临门厂店赞助播出。感谢生活养成伙伴 Leader 电器的大力支持， Leader 你的超轻量生活好搭子，每周四周六12点会员抢先感受牧场治愈力量。上微博搜索燃烧的月亮，看独家短视频赢惊喜福利。上微博参与燃烧的月亮话题讨论，共同感受大自然最原始的力量。我们镰刀帮又出动了，这些都没割，一根草的根都没断，他们好爱护草原呀。他们是开车进来玩来了是吗？开新车呀。我去帮忙了。天哪，如果是这个车的话，我觉得那片地有救了。挡 A 区的草不能再坏了。刀片卡住了，救命啊，掉了。哇，这有一块超大的石头，这片地还是一如既往的难打。要么这么着，我给你当领航员去。这有俩石头呢，大功告成。下一阶段就开始学搂草和卷草了。讨论一下你的分羊圈，来吧，就是要正式投入使用了，因为我们羊群里面有很多有趣的羊。我们的分羊圈其实就是要把它们全都圈住，没有区放出去，有区留下来。就咱们那个分羊圈现在形式不是这样的嘛，搭的时候就是把这个扣从上面，这边这个扣从上面往另一个的那个小圆筒里面就插一下。然后就这个像乌龟壳或者像足球一样的形状，什么之前说的分了很多很多房间的，但其实它有很多种分法，然后分这样的房间也行，分成三个房间也行，是吧？然后因为我们这些只要把这个外围一搭，里面怎么分隔其实都是后面可以根据需要再去调整的。我们的分羊圈其实有两个功能区吧，第一个就是要把它们全都圈住，然后另一个就是要给它们分开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小的房间，我们的羊从这边进来吧，就是本来外面还有一个大的房间啊，我们的羊跑到这里面来，进来了100只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有一个通道连接到另一个区域，这是我们分完的羊。那中间这个通道怎么去实施呢？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开门，它可以这样来回来回这样扇。懂了啊，就我这样，就是要的进来不要的出去。对，然后我个人想的是这个方向上还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方向也有一个房间，这是还未分的羊，这是分完要的羊，这是分完不要的羊。那如果我们还要复查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把这个羊再弄到这儿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真厉害大姐。然后后面应该要卖牛吧？对，应该要卖牛了。今天我
买牛买羊喽。咱们要把羊和牛都标记一下。嗯，最近比较紧迫的是那个牛的耳标。嗯，因为咱们家的羊之前不是出现过餐群的这个情况吗？发现没有这个标记的时候，你找到咱们家自己的动物，其实你会有点理亏，说不清。所以咱们这两天正好把牛赶回来，然后就把耳标给他们扎了。嗯，到时候会有兽医回来帮我们忙。嗯，但咱们自己要打吧，应该是的。对，自己打，打耳钉喽。打耳钉，想申请小蝴蝶的耳标。小本子，卷卷不能让你们打，我自己来。那我可以给卷卷妈妈打。可以。还有谁来？当时咱起了好多名，不然会心疼。断尾，独眼，独眼，牛魔王。啊。牛魔王谁爱打谁打，反正我是不打。牛魔王我打。这个让给你，你穿着防弹背心去啊。我给你顶穿了。牛魔王我给他打100个钉。我给他来个酷耳。可以。OK， 我们可以去开工啦。走吧，我们去分羊圈吧。乌兰毛都啊，看看好漂亮啊姐。嗯，我的天，我今天肯定很兴奋。你真的很兴奋。就看到大草原跟看到大海是一样的。哦，好好玩啊。啊，这还蛮有意思的。哇，这样拍好过瘾。哎呀，这个小鸟！哇，这家他们的地也太大了吧？那这山上这里也是吗？山坡上也是，就翻过去。哦，山坡背面也是。天！这些姑娘们这6个月回去了以后会什么样？我很好奇。6个月。啊。哎呀呀 ！Hello， 啊，姐姐好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，请进，我来，欢迎，太可爱了，请进，哇，月亮的家，好可爱哦，欢迎，哇，感觉很好哎。姐姐好，你们好呀，你们好，我们看你们的节目，你们真的好厉害哦！谢谢姐姐夸奖，一般厉害，请进月亮小屋。哦，好开心的感觉，哇，怎么住啊？就是把它铺开，然后这样。对，我是今天特地把它搬过来了一下，然后看起来整洁一点。啊，真开心，这样很好哎。女生宿舍，我们4个人睡在这个床上，然后这边这个房间也是他们4个人。哦，我们这帽子真的，因为很晒啊，很齐全，对对对，可以戴上防晒帽。对，是的，我准备拿着帽子，就说跟你们一块去干活。哇，这边就2个人。对，这边是2个人。我感觉有炕，很暖和的样子。很暖和，之前我们就是烧这个炉子，姐姐可以看一下。哦，真的烧啊？对。这儿有，这是他们这个床上的这个炉。你们是不是什么都学会了？基本上吧。你的脸是本来就这样吗？晒的。啊！哇，真的。我就说这个脸就很当地牧民的感觉。都这样说我。主要是他每天他有时候都不涂防晒，然后脸也不涂。我只是特别容易晒黑。他特别容易晒黑。但是你也会很容易白回来。真的吗？谢谢安慰。这是我们自己搭的蒙古包哟。是你们自己搭的？是的。是的。我觉得你们好厉害。包的。谢谢姐姐夸奖。哎，你们下午要干嘛？我们下午要去弄那个分羊圈，我们自己焊了那些，然后要去那边组装一下，测试一下。好，好，我们来帮忙，就是搬上这个车，对吧？对。我看很沉吗？哦，有点重量哎。对，得2个人抬。来，哎，好辛苦。
小心手。哎哎，小心。哎，俩人一台，俩人一台，其实这个挺沉的，挺沉的，你别一个人搬了。哎，谢谢。哎哎哎，小心！挡到了，挡到了，小心。啊你先下。妈呀，姐，夹手啦，小心。但我觉得他们每天都这样，应该习惯了。对。你们每天都有这么多事情要做。之前有的时候，现在最近其实轻松不少了。啊，真的。之前有羊的时候。那就是感觉活都干不完。你松手，你松手，直接对放进去。搬完这些应该得跑两三趟吧？对，我们可以运过去的，先搭着再回来接着运。对 ，OK。那我们出发，出发吧，走吧。我坐拖拉机，我坐哪儿？坐副驾，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好风光。哦，哎，其实如果我开的话，你是不是能休息一下？没事，姐，很短的一段路。一定要扶好这个，对不对？出门之前正好再考虑一下。没事，我扶好这个。开始了。好，走吧。因为咱家那车特别旧，哦，然后它就总是会，我之前开着车掉过把。天哪！Okay, 感受到了吗？可以。啊！抓住了！出发！请老板！家里就剩咱俩了。Yes。上墙上坐会儿，上墙上坐会儿等他们。走吧。你看他俩在干嘛？拜拜！你俩在干嘛呀？拜拜，等你们，走吧。好自由啊，我喜欢这种。我也喜欢。羊还不知道去哪里了。羊在那个山里面，那个白色点点。哦。怎么把他们赶回来？天哪！看着就很远呐，天哪！哦，小羊，哇，这草还很绿，他们还可以吃一阵儿。这样远远的看还是很乖的。对，很乖。妈呀，你这车技也是可以啊！我们天天在这条十字路上开。嗯，那我们停这儿吧，来，干活嘞。小心脚啊！啊，来了来。OK， 我回去装货了。OK， 我们怎么弄啊？大概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六边形，每一个边是两扇儿，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六边形之外还有一个大的羊圈，也是用这些给它围起来的。那就先弄那个六边形。对，先弄六边形。这个在上面是吧？这个朝上。它应该是这样的。哦，朝下的。因为它的另一头是个小圆管，对接起来，然后对插上就行。好，成功。嗨，好玩吗？哎，感觉很好，挺开心的。这个就是要这个要挂在上面。哦，来，哎，对，好，往下。下，你们上来对准的话，好了，好了，没问题。哎，不对，哎，跑了，好了。我拿个石头来给它合一下。
风太大了，现在就又到了好好这样大风的时候。对，就给他这样先。OK OK， 先塞住。等一下哦，哎呀，不行，这个风啊，哎。这个得人推着，不然的话它会变形。是的，是的。差一点。啊，好了，是不是差不多？差不多，它能立住就行。对，能立住。我们现在定一下通道是哪一扇儿。嗯，我们现在羊都在东山，所以它一会儿会从那个方向里进来。嗯，进我们的小房间之后呢，通道冲这边儿。啊，然后再接一个房间，这个就是我们分出来的羊的房间。OK， 好。过来，这边。她是年纪最大的姐姐吗？对。妈呀，看上去也像个小孩哎！我啊，说我们都很年轻，我老高兴了，姐姐。如你看，哎，插进去，直接插进去了，嘟嘟真厉害。嘟嘟是我们这里最小的。啊，是吗？嗯，但是他也是我们这力气最大的。19、20、21了，他年轻啊，21了，真年轻。他21岁，姐。谁呀、啊？他是我们这里最小的。最小的。嘟嘟、蓉蓉、畅畅、如如，是不是我发音不准？如如，如果的如，如兰的如，如兰的如。啊！记住了。这是小小，你也可以叫大大。小小。那我们再去收那边。好 ，nice。来，下来一起。好了，这个好。走，应该还有两片就够了。其实已经够了，这已经12扇了。别，姐姐好不容易整过来的，整上它。整上。对。姐，我明天腱子肉就出来了。这这么美的景色。你在搬栏杆，这么美的景色。OK， 走。OK， 好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大房间，这也是个大房间。对，这是大房间，就是所有的羊赶进来。哎，差一点，你好，好，松手。OK， 好，放。哎，完美。我先学会，我先手先控制住它，松。好嘞。哦，我们现在好快啊，好快、啊！我们现在很顺利了，你们是不是也很顺利了？是的，找到诀窍了。好 ，OK， 好棒，好放，好嘞。哇，我好热，我浑身都出汗了，还想说很冷呢。因为运动量很大。对。哎呀，我们又有10几扇了，姐。看我们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 ，OK。哇，我们这搭的好规矩啊！那个弧度好漂亮啊！是的，搭成了一个椭圆形。他们搬完了吗？这边还有，还有啊？这边，那还可以再往前。是的。天哪，多少只羊？我们一共有1800只羊，然后每次可以先筛个100，先把它放进来100，这样。咋了？1800多只羊，放不下吧？这里好像还是要再大。天哪！哎呀，你的腰，我这腰啊。我们抬，你来，你注重那个。OK。宝贝呀 ，OK， 你下了多大的决心呢？真棒，这，可以。
妈呀，太累了。姐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他们还有两车是不是？对。天哪，你们坐了多少个这个？我们坐了134个。130多个。对。好了，进去了。他们怎么斜了？是啊，风吹的，这边也是在往那边斜，风太大了，走路都走站不稳了。这风很大，风着实有点大。对。哎，这个又吹了。稍等哦，一会儿要改一下方案，调整一下。没事，这些都没有白搭。然后呢？那这边怎么办？这边一会儿给它挪过来，这样 L 型的不太好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来吧。来，开会，开会。它有一个问题，它这个大面积，如果单纯只是一个圆的话，它是不太稳固的。所以我在想，能不能把它隔成两个房间或者三个房间，然后我们这个门从这边开就好了。是这样开。你标示一下三个门的位置。这是最大的进所有羊的门，是一。然后这是二号门。二号门就是他们两个是可以互通的，对，随便串。然后这是三号门，从这里进来，我们先筛进来100只，然后通过它来往这里筛。那就三个门。对，第四个门是真正筛羊的门。筛完之后，留下的羊到这儿来，不用的羊筛出去，放走。是这样的。那就是现在我们中间这一排不用动。对，这一排我们直接把它往里面拖就行了。变成中间那一栏，然后再我们现在加固这一栏过来，再把它包回来。包一个这边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们是不是小红帽要争取在太阳下山前回家？没错，来吧来吧，直接把我们往外送。对。走。OK， 辛苦了。如果你只要对我来提着就行。好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完美，分工明确。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OK， 放。可以吧？走。从那里贴一点。OK， 好。好的。哎，对。Nice。你们焊的还是蛮好的。Yes， 谢谢姐姐，快。松手。OK。Yeah， 太快了。能对上吗？没的问题。走。OK。OK。好。完美。这里得开一个门。对。哎。好，太开了。哎。对，开门，来冰箱。哇哦！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我来这个吧。一人一个站好队了，哎，怎么那么自觉？我们，哎，太可爱了吧！太好笑了。江宁来，来，江宁，江宁是熟练工种。走，好了，松手。OK， 完美。你对上了吗？对上了。好嘞。上面抬一点点，就是，好，松手。好，哎，小心。好了 ，OK 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大家假装是羊，羊对，然后我们先在这个区域里试一试行动的路线。我是羊羊一号。我羊二。羊二，门是不是从这开啊？咱是羊姐，咱不知道。开始撞门了。羊开始撞门了。这个挺好拆的，请进小羊们。我们要往哪边走啊？想怎么走，这里都是那个羊根本就不走门。稍等稍等，羊是不等人的。羊是不等的。哎，你怎么就这样了？因为羊就是这样的。没，没有回来了。因为羊不听话。羊不听，
羊是不会听人的。没，你出去山去，山去。哦，这样。哦，这样。你进进进。哦，欢迎光临。哦，我被筛出来了。下一个羊，下一个羊。没有病的从哪儿出去啊？没有病啊，从这儿来。出，出出出。停停停！没有病。停停停！我没病。继续观察一下。小病羊只能到这边来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。观察观察。OK， 现在就是你们四个是吧？我们四个，我们四个。来，我拿着镊子过来给你们挑区了。就在这个区域里，把羊就分出来了，剩下的羊都出去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群羊在这个圈里面处理它。哦，好啊，那没有问题了吗？没有问题。OK， 那明天呢，咱们就把羊都赶进来，分一下生区的羊。好。哇，这个太阳晒在那个山坡上，好漂亮啊！哇，这个山坡是金色的。嗯。啊，月亮出来了，太阳还在这边。是的。今天的月亮好看。对。太美了。也无风雨也无晴，快来天猫购物哟，上淘宝搜燃月梦想家，这份祝福和我发现的草原好物可能就是你的了。今天我们呢把所有的羊也都赶下来，然后在那个分羊圈里试一下，给羊捉蛆。姐姐们待会儿过来，思涵和嘟嘟骑马去赶羊，把他们搂过来。好，防止他们上山，我们绕个大圈。好。走，走这边，这边，哎，走走，过河，过河。这样。我们往那边压。走出来，把这个疏通一下呢。好，哎，那大傻子搁这干啥呢？人家都进去，你不着急啊？走。如此优雅的走过来，这一只小黄羊。哦，恭喜小黄！你看你的朋友都进去了，笨呢，最傻的一只，恭喜。OK， 关门。小二，哎。你大概说一下这个的结构，咱们分一分工。好的。现在这三个房间就是放所有的羊的地方。然后我们那儿有两个小圈，中间有个通道，然后通道那儿有一个活动的门，就可以通过第一个这个小圈进去，先留一部分羊，然后通过通道的时候，然后把该筛的羊分出来，然后筛出去的羊呢直接给放走，要留下的羊放到那个小圈里。好。菲菲和我在留观区就可以了，可以。我去那个门了啊。可以。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。来吧。门开了。往里面放羊喽。可以了。哎。哎。进来羊了。羊来。走，转圈。走。先不赶了，先看这些，没问题再撒了，再过来。那咱们都来看嘛，看得快一点。屁股很脏或者晃晃的，就是。
这都好着呢，这屁股好着呢。我感觉我好猥琐。把关哥看屁股，一个一个掀人家的屁股看。没事儿，这种这么干净都不是。这一波我感觉可以放了，这一波放吧，来走，我就是把关人，我跟你讲，走，守门人，走走走走走，走走。前面关门，赶下一波了啊！好，我把这个门关上就行。羊来了，来，有一个那个尾巴烂了半截的，我看见。啊。挤一挤了，小羊们。哎，我哎，这只直接抓过去吧，这只是不是屁股烂了？后面，我感觉是，对，那个是。嘟嘟，那你帮我俩把它控制住一下。好，来，走。把它就是四脚朝天摁着，然后一人摁一个腿就好了。哎呦，哇，外伤，出血。姐从这边走吧，小心。哇塞，这羊真的密密麻麻的。Hello， 都赶下来了。对，小咩们，他们在那边守护室呢。什么？就是生病的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任务是这边要把大圈的羊先赶到那个小圈里，一波一波赶吧，不能一起都赶。一波一波来。姐，没事。啊，慢点啊，姐。慢点。哎，那有门。没事，灵巧。谢谢。走。哎呀，那个小咪长得真好看。哇，这个小妮儿太可爱了。哇，你们真的很臭。哦，闻到了。哎，我们没有拿那个小棍子、小鞭子什么的，光靠喊呢。没事，他们怕人，姐。怕啥？哦，给点面子哦，小羊们。哦，溜走一个，溜走两个。从哪儿溜的呀？从这儿。啊，这是门，这是门，门没拦严。他屁股上只要没病，不就没事吗？看起来走路没问题。那就没的事。但是这里需要封上。OK， 那站个人就行。我来，你们休想从这儿逃出去！怎么不过去啊？哦，就哥哥，往这边，怎么能不走？全跑了，快走！天哪！根本就不走，跟他们一般反着走，他就会掉头啊！真的，对，就顺着这个边走，他就会往回头走。是的，很神奇。哎，而且他们头全都朝这边。对，杰尼试试，你冲着他们方向那边走，他们就会转过来。你就冲他们，你看他们马上转过来了。走了，去那边。打屁股了，走。啊，快走。根本叫不动，好吧？哎呀呀呀呀 ！No， 那边要塌了！那边要塌了！哪边？哎！跑了！大姐！哦！哎！大张！哎，西那边羊跑了！完了！门开了，羊跑了，圈塌了，转，把这关上。他们已经出去了，怎么办？他跑了，别灭了，崩溃吧，姐，完蛋了，这怎么弄啊？没事，把那群羊赶回来就行，这小事儿。菲菲，你先弄他吧，我去赶羊了。朋友们，从那边推一推。菲菲要那个啥了，赶紧推。好
先把他们弄回去，好吗？啊，都在这儿了。这个没焊好，这个地方，好多都断了，那边好几根断掉了。这没焊好，怎么弄？怎么弄？这个门要换下来，它烂了。我们三个人抬一下这个，看能不能把这个抬起来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好好，小心，我把这个。哦，对对上。哎，上面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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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哦 OK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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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那可以了。待会儿这边要有一个人，如果那个羊太多的话，就往站一个人。对，嗯。有人开门吗？有，大姐在。好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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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这这这，哎哎哎，哎哎，进进进，哎，成功。OK OK OK, 非常谢谢 OK, 太棒了，姐，这都小场面，是以前天天经历的场面。天哪，我觉得还是得来一个人帮我扶一下羊。我来。有一点恐怖。怎么？就是那个生区的羊可能需要哎呀呀，姐，你帮我按一下就可以了，我很快就跳完。我怎么按住？这样侧着，让它侧躺，然后我抓着一个按着它的脑袋，然后一个按着它的后腿这块，嗯，这里，对，屁股可以。你别动啊，洋洋。没事，姐，这只它那个伤很小，它应该没什么太多蛆，可能它里面滋了药之后可能会出来一些。这是什么药啊？这个药就是你一进去，然后它那个蛆就会自己钻出来，哦，就是有点可能是刺激那个蛆的药。然后一般弄完这个，再弄一个外伤药消个毒，嗯，然后再用那个粉去让它生一点新的肌肉，嗯，就好了。他们是怎么受伤的呢？他们有的可能是翻栅栏，或者是被其他动物袭击了，然后就没有再好。啊，你闭眼睛吧，你别看了，乖乖。疼是不是？对，他屁股一颠一颠，可能就是比较疼。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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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他这个滴了这么多药都没出来。那是不是没有？不，有，找到了。有啊。有，在这个里面，果然就是他这个在这个角落里面。啊，这么大颗吗？这蛆有点太肥了吧？没事，姐，我懂你的崩溃。我第一次更崩溃。我的妈呀！我就在看他这么大的伤口，按理说是有蛆的，就是找不到。果然，他一般藏在这种最角落的地方，从里面开始往外伸。对。但其实这种大一点的蛆还好挑。嗯，小的就不好弄。对，小的就得用双氧水给它往出冲一冲。哎呀妈！江佳宁此生最优质的体验，你快来！菲菲，这两只是新来的，是吧？应该是新来的。那我给它绑上。好，佳宁姐，你帮我把羊摁住。你让我怎么摁？就是这样子，你过来我这边。好，别动啊。对，你这样摁住它，就是你紧紧的抓住它。乖乖啊，我给你治病呢，咩咩。你就抽一管，这给它冲一下，应该是一点就没了。Okay. 然后那个生乳粉，如果还有，就给它滋，给它填满。你别，蛆在这儿，蛆在这儿。啊，哦，这儿，嗯，哦，没事，不，没关系。它这个蛆就出来之后很快就死掉。是吗？它们很快就死掉？对，就是它出来之后很快就死。哦。它在里面就可以一直生长。嗯。对。寄生虫。疼啊，乖乖，有点疼啊，忍住。要忍住，要忍住。OK, 好，它可以了。好啦，嗯，哦，我先给它剪一剪。哦，来，宝宝，你出去吧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哦哦，好，好，没事。哦哦，来吧，飞大夫。好，
我看一下他这个在哪儿。姐，你再帮我压一下头不？哎，对，我控制他的四肢。疼啊，乖乖，要忍住，要忍住。应该是在这个洞里是最多的。天哪，在哪儿啊？在这儿，你看这里有一个洞，他会在这个洞里面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姐，你别把我当变态，我刚开始也不是这样的。我刚开始也没有这么变态。他知道我们在给他治病吧？他知道，他一般还是比较乖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对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不可以！啊！你别动，我求你了！不行不行，他还没有结束，不可以，你有劲儿的，你还没有结束，我求求你了！绳子呢？绳子呢？没事没事，躺下，重新躺下。摔跤吗？这是。哎，姐，你就这样子，俩就是一只手抓住，对，然后你可以对按着他的脖子，你甚至可以，我这样，我刚才我膝盖也是这样，可以，我刚才膝盖也是这样。你真的好皮呀、啊！他还有一点那种小牙，宝宝区。宝贝，这个是挺难抠的，是不是？我看你抠了好久才能抠出来一个。对，他可能也没，因为他可能藏得很深，他在伤口伤在里面里面。对，这个蛆实在有点太恶心了。是的，要是他但凡是一个稍微再好一点点的，就他不会动，就觉得对对对 OK 了。对，他会动吗？他会动，他会如一如。但现在看就觉得，就他是一个生病的羊，就是稍微心态没有那么。我第一次弄完之后。我晚上就是睡觉一闭眼，你真的心态崩了。是的，我说我感觉我受到了精神重创。他们是真勇敢啊！我的天，我也不是一上来就这么变态的。哎，是不是这样子习惯了，就特别像那个挤黑头，然后就会很上瘾？倒也不至于上瘾。这样说，我感觉真的很变态。可以了。哎，你在那？可以了，还可以了，松了，可以了，嗯，走吧。啊、哦，辛苦了，小英，早日康复，拜拜。准备下一只了，拜拜。它是哪儿上去？哎，我看到了。哎呦，哇、哦，我找到了，它出来了，这些蛆。在哪儿啊？是不是也想看？嗯。是不是又又恶心又想看？就是带有一丝好奇，是吧？嗯。OK。再试一下这个，我试试，来，都给你洋洋，对，可以，可以，太棒了！你过来，你进床上睡，来活了，朋友们！哎呦，情况不乐观！天哪，这个伤有点严重哎！他尾巴烂掉了，那这个小小的小脚，你看这个就很难夹出来。嗯。刚才好像这个像啊，就是，那好像也是一个的感觉。那这还有一个，对，这里是一群小的，就是好多好多个小牙。没有了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大屁股，你别动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看看你，这都好着呢，这屁股好着呢。走走走 ，OK， 这个没事啊，没事，这种这么干净都不是。你看，好的很，这几个都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事没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事。这只有，哪一只？这只屁股是坏的，得上药。你按它，我来。我天哪，他这两个地方都有蛆，大胖蛆！哎呦天，这大胖蛆，全没有，走放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可以跳了吗？可以，好，我们就来跳，看下一波了啊！下一波，好，下一波，加油！胜利在望，最后一只上去的羊，筛完了、啊、，OK， 最后一只。太棒了，就撒点粉粉就行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有蛆特明显，就白点的。嗯。可以了，发吧。
耶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他腿又细，屁股又大，好搞笑呀！耶！天哪，你们真的好能干呐！菲菲，我今天第一次战胜内心的恐惧，我今天还找到了爽感。我彻底变态，逐渐变态。我其实觉得也挺变态，但是不怕了，现在。我刚刚一直盯着看，我还能帮他找到那个白点点。上瘾了是不是？突然间觉得没有了吗？没有。逐渐开始上手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了。朋友们，咱们需要给牛打耳标了。一帮人先去赶牛吧。走吧。姐姐和我们回去休息一下，做点准备。姐，这是天猫为我们准备的大秋千，不错吧？这也太惬意了吧！天冷了，姐，你披条懒得动弹吧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这好东西还挺多的。那当然了，我们的好龟猫天猫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福利，比如姐你身上的这条懒得动弹，放肆生活去燃烧，好品好价上天猫，现在上淘宝搜索燃月梦想家，本周天猫会场就会送出这条懒得动弹，秋冬日里一起舒服的懒得动弹吧。还有大家每天都可以抽奖哦，最高可以获得888元大红包。哇，粉鼻头小牛，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那儿大母牛旁边蹲着的那个？哦，在这哦，好可爱啊啊！小牛，新出生的小牛吧？哇，好可爱，刚出生哎！我的天哪！哇，咱们管它叫花花吧。你看它那个中间那块正好像一个小花花花，这是卷卷吧？就你什么？就是卷卷那么大个的屁股。啊，卷卷都这样了，卷卷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？好丑的卷卷啊！我心态崩了，我要。他怎么腿又短又丑的？别说了，我要哭了。他已经半点没有小时候的样子，果然小时候长得不能太可爱。那里还有一只新生儿。哎，啊，好可爱。哇，好多小牛哦！走了，回家，宝宝，宝宝回家。来，小牛宝宝，哦哦哦哦哦，我拦这边，你往前赶。OK。休息一下。洗手间从那后面出去是吗？对。月亮都加了呢。哦，兽医来了。Hello， 好久不见呀！好久不见。牛他们在回来路上了。行，把那个耳牌先。OK， 好，对对对 ，OK、嗯。这个是耳钳子，打耳牌的用的。哦，就捏一下。对。我大概知道它是怎么用，要把它冲在前面。对。把这个尖头掰过来。对。这种的。然后这个耳牌写，一般都是刚出生以后就开始打。啊，这边写的是他的出生日期上边，然后下边代码是他是今年的00几号，第几个牛犊，然后这一边写的是你牧场的代码，比如说咱们是月亮牧场，然后就是上边写个月，月零一啊，这个不是普通的笔，然后它是写完是永远都不会掉的，一会儿最好是戴个手套。咱们是100多头牛，不是吗？啊、哦，就从三位数开始写就行。三位数，001。001。我是31到40。我从1到10。1到10。啊、嗯。然后你从11到20。好。这里边有不吉利的数字吗？需要踢出去的。44有人写了。我在写，不写44了。哦，那不写了。给他换个五角星。这样行吗？04星吉利不？老师，五角星挺正，可以。再给牛牛写那个标签，是不是？姐姐可以一起来写，079往后。哦。嗯，要把这个尖尖的这一面冲下面。哦，尖尖冲下面。先写一个月亮，因为是月亮牧场。嗯，然后是066了，要写的尽量大一点，可以描一描。
好的，描黑一点。零八。你看姐姐还画了个小月亮，好好看呀。哇，好可爱。九，我尽量大一点。零九零，零九一，你九一，九二，九九。三，你看那边顺一下，这个数字应该缺少那个。你对一下，这些都是齐的，都捋过了哈。嗯。堵住啊！哎，嘘，回来，吃饭，走了。哦，牛回来了，先出去帮忙吗？好，我们把这个写完。啊，那边，那边。这是什么叫牛的方法？我说，然后大姐就是哦嘿，这是你们自己发明的还是牧民告诉你们要这样叫牛会听着？牧民一般就是哦哦或者是、哦、嘘嘘，然后大家喊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呼喊。姐姐你这写完应该差不多，等会儿不够我们再补。好，这又是哪天生的小犊子啊？我们生了四只小牛。哇哦哎，现在有好多小宝。哎呀，一会儿叫姐姐，姐姐想看小牛犊吗？妈呀，好可爱！姐快走，好小一只，快走。小牛，干完了？干完了，生了四只新的小牛。什么时候生的呢？就这两天，他们在山上就会自己生。自己生？对。你们没有发现？不是，知道它快生了。那生完它自己带回来？就是他妈妈会一直带着那个小孩，哦、真的、啊，对，好神奇，哇，好壮观呢、啊！一百多只牛，是全回来了吗？对，真不错。哦，好小，那只是新生的，就是那个小小的。哦、妈，这么小，哇，还没有狗大。对，你看它白睫毛，真乖呀、啊。这个也是新出生的姐姐，哎呀，太可爱了，妈呀，它长得可好看了，长睫毛。门儿，你看它去找它妈妈，真不错。待会儿一只一只就从这里这样出来，在这里打。对，人就站在外面，头冲那边嘛，耳朵不就在旁边嘛，然后给它的耳朵这样一转。打完它怎么回去呢？直接一开门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哦。牛可以放进来了，那就开始整吧。那我们进去赶牛了，你们带着姐姐打耳洞。好好，姐姐们，我们可以先来边上，因为这样的话牛牛它才进到这个检疫栏里面。啊，它害怕人。对啊。哦，五六只五六只的往前欢一小撮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OK， 老师您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， okay. 示范一个。这个耳拍不是这种的吗？嗯，然后穿的时候把尖儿一歪，掰过去，哦，耳朵中间部位，尽量避免这个血管。啊、哦，哦，哦，打上了，快一点，捏得慢的话牛都疼，嗯，啪一下就完事儿。它是我们的一号牛，小妹妹，你是一号了哟，小妹妹，一号小牛牛，小公主。大牛的话，直接绑这种。绳子一绕，给你绑定好了，你再打。要绑栏杆上，危险的，夹手了就麻烦。在这儿啊，你对，往里推，掐，哎，掉了，哎，哼，我说了，耳钳子动了，嗯，我再试一次，那已经被我弄破了，估计。哎，打，别跑了。我还不够快，它也疼呢啊、嗯！怎么办呢？这个确实有点难哦。怎么办呢？这个你要使很大劲儿吗，梦梦？对，对不起哦。你看这种的吗？
卡进来以后，一捏。哎，好，下一个争取进步。小心这块夹你手。没穿透。确实不太好打。不行，他那个瞬间的力气太大了。我再试一次。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好！哎呦我天！呀，流血了，磨好一些。哎呀，打到血管了，感觉。哎呦！没事，我喷点药不招苍蝇。喷点药可以哈、我去拿点药。没事没事，不打了不打了，就这一个啊。疼不疼啊？碘酒之类的。不疼，它不招苍蝇，不找蛆了不是吗？还能长肉这个。还有一只，谁来？我打我打。我看你咋整的，来使劲儿，使劲儿，哎，漂亮，可以，很棒，爽，漂亮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，小本子标记完成，恭喜小本子，009号 ，congratulations 啊，你那手劲儿还是挺大的，就那一下，剪刀手爱德华，我是耳钉手张新曼，你们都可以来打一下吗？好的呀、大牛要这么用力哈、这么张开之后，You want pat， 使劲，哎，偷了，哎，偷了，使劲，哎，好了，喷一下，好脆，哇，干净利落呀 ，OK，、好了，哎，别急，来吧，谁打？我来。你看我这么打对不对啊？先把这个穿进来，对吧？这样掰直，然后它就穿进去了，是吗 ？OK， 可以了吧？对吧？耳朵中间部位，这两个粗的你，两个粗的是血管，中间。三，二，哎，不要往外拔。你往里推，没事，你打。这里 OK， 好，打，使劲。哎，不要往外拉，对，使劲。啊、他疼，不行不行，这会儿这不行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弄不动，我好使劲了，速度有点慢。这老师一下就好了，而且他单手，我们双手都不带行的。姐没事，找到感觉就行了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会软一下。还有一个，快点，我来打这只小的。反了，翻过来，对，看见血管了吧？哎，打，捏，使劲，快点，哎，拉拉就行，直接拉就行。成功了，小牛还是很薄的。OK， 成功，我来打小牛，小牛我来了。号码朝外，对对。这里可以吧？这里对，打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哇，太好了。哎呦，你好乖哦！这是六号选手，66大胜，来吧！我行吗？这么大，我更不好打呀！我可以先摸摸他的耳朵有多厚吗？可以，你摸摸。我觉得不太行，姐，你摸一下。这样，你看，在他那个透明的地方，哎，对，就透明的地方，去吧，试一下没关系。加油，姐！对，就这儿，瞬间发力。牛牛，我希望我给你用力，一切顺利啊！三二一，你往外拉了，你松手了，所以它往回弹了。姐，就这个东西会弹，刚才就是这样。我就觉得会很疼，但是宁姐你手速好快呀，闪了一下，蹭一下，蹭一下就闪走。往下，往下，这可以吗？对对，你看的可以，打，往里怼，没打住，还是没行。就那一下确实挺用力的，不行，太硬了，我们力气不够，不行，你还要练一下，因为你不能这样一打往后撤，往后撤了以后就真的往前了，那不行，所以你得往前往里怼着，然后就往下摁，就还挺难弄的，挺难的。好，可以、上，哎呀，打着了。打吧，打了，反了，反了，哎呦，紧张的，
直接捏就行。不行不行不行，特别软。位置 OK 吗？哎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比你还紧张。加油，宁姐。狠点，快点。哎。成功成功成功了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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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！天哪，太棒了你！你太棒了！大张写卷卷，卷卷吗？我给你写吧。好，好。卷卷，熊爽，稍等，给第一个打吧，他是眼线，还要写一个眼线。他长了个黑色的眼线。哎，偷。点名，独眼。独眼是吧？独眼最棒，哇，好撑。写一下那个啥小旭儿啊，写了。OK。二十三和老七。OK。好了。这小蝴蝶吧，嘿，对，小蝴蝶可以写。去吃草吧，吃好吃的去。去吧去吧，去吃东西去吧。去吧。哦，知道了知道了，疼了疼了疼了疼，去吃点草就不疼了，去吧。不走了，在这盯着。他是在等他小牛牛吗？对。你等会儿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他的孩子一会儿会过来的。啊，他要回来找。你好零零七。等会儿等会儿，不着急不着急。哦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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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哎呦，这是你孩子啊？啊，这是他孩子啊。他过来亲亲来着。啊，你孩子长得跟你不太像哎。可能像他爹了。对，应该色儿不太像。里面那个叫的是他孩子啊，那这个他过来亲亲人家，他找呢。他过来问问我孩子呢，看见了吗？对，看见我孩子了吗？别走哦，别走啊，宝贝一会儿就来了。像不像幼儿园门口等着接孩子的妈在呼唤？还在呼唤。这是他孩子来了。是他，那快把那小牛弄出来吧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轻轻的在那，快给他放出来。零零七的孩子。哎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哎呦呦，来了来了来了来。零零七终于接着孩子了，撒欢了都，相亲相爱的样子，真的好有灵性。对，他们家庭观还挺重的。家庭观还挺重，知道等着自己的。我感觉只有妈妈对孩子。牛爸爸不晓得在哪里。我去拿那个药给他喷一下，喷点药不怕，喷了不疼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。我要给这个红孩儿打针，别动啊，给你一下。梅花是不是这个？小雨。对。使劲儿，哎，疼。走吧走吧。哦哦，走。这牛好乖啊。来小牛喽。嗯。花花妈和花花孩儿，姐你写完直接去打小花。哦，辛苦了小花。哎，他那个脐带还在这儿哎。他这两天刚出生的。图图真的是很大，图图还是蛮好认的。哎呀，烂身上了你！哎呦，他给真埋汰。喂，好。再打一个吧，给。给。使劲。使劲儿，好嘞。牌牌呢？没有哈，我去拿新的牌牌。我去给你拿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。姐姐，写个青少年的牌子吧。来，下一个，打吧。很快了，姐。好了。我手都有点麻了，手也握不住了。没有，我打的可开心了。打牛魔王吧。哇，这么快。走。加油。OK。好嘞。哎嘿，漂亮。哦，那我知道。使劲儿，使劲儿，好嘞。OK。拜拜，小卷卷。我们有131头牛。
苦了，老师。辛苦了，老师。拜拜。拜拜。老师再见。拜拜呀，辛苦了。走吧。我们是今天晚上要包饺子吗？对。先把菜拿出来备着。来，姐，看一下你想吃点什么。你这冰箱不错哎，很好看，很复古。这个品牌叫小吉，他们家全是现代复古家电，508升的大容量，里面能放好多东西。这有这个三档变温区，可以根据食材进行温度调整。这里是放水果的，可以防止水果干吧。下面还有放饺子的地方。关键是这个冰箱它没有怪味儿，它里面有一个等离子净化器一直在运行。姐，你可以去天猫看一下，里面还有好多颜色。好。嗯。猪肉大葱的怎么样？猪肉大葱啊。嗯。姐，那我来整肉。好。对，你们赶紧剁肉吧。嗯。天哪，这个肉这么多，得剁到猴年马月。没事，姐，我剁得快。妈呀，那刀不行，刚才切葱的时候就已经发现它不太 OK。 哇，切肉更不 OK 了，剁到明天早上你就吃不了啊，太难剁了。哎呀哎呀啊，张佳宁好了，剁我一身水，一身水。嗯，我来学习学习磨刀呢。怎么来呀、啊、这玩意儿。姐，我来这样磨吧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对，有节奏感，打碟。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，是不是得来点水？是。哎呀，像模像样的啊。哎，好像有点用啊。有用啊。有点用。哇，这个刀磨一下真的立马就管用。哎，真的吗？试一下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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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方法不对。 你那个接点水。对，你先冲掉，冲干净那个刀。你这样摁着这个刀。哦，45度啊。对对， OK。 磨，然后两面这样磨一下。我试一下啊。嗯，方向不对，你要往前，往你的斜前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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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好像我很会一样，我也是刚第一次磨。但是我觉得好像那样是有用的，磨完了快了。对对对，立马就能把这个切开了。哎，有用。磨完了你冲一下，乖乖。我们吃点磨刀石什么的，等会儿。太激动了，太兴奋了啊！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姐，你试试呢。啊，我也觉得差不多。真的可以了。雷不，你要放油了，对不 ？Yes。到了，你倒吧，倒吧，咱弄完就赶紧包，我怕待会儿饿。其实可以熟，但是是不是不太好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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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自己吃。那咱俩就来吧。可以。洗了好几遍了啊，大家应该知道的啊。嗯。来吧。哇哦哇哦，肯定很香。姐，你这手法还挺专业。东北人吧，就是多少会一点。我赶一会儿吧，姐。算了吧算了吧，我还是别献丑了。我还是别弄了。我来姐，我来吧，不敢弄。爽子，哎，你看一下那个大小 OK 吗？OK。 爽子，你能告诉我你今天为啥叫爽子吗？因为姐姐这么叫我的。孟子。孟子。我觉得孟孟好听。嗯，只有特别特别亲近的人会问我喊孟孟。秋爽吗？孟孟。孟孟。孟孟。秋爽是个例外。他这么叫是会给人叫害羞的，其实。对啊。孟孟。孟孟。孟孟。妈妈，大家好，我叫金春。我真会耶！妈妈，小雨，小嘟嘟，小嘟，嗯，小嘟嘟被我抹的眉毛都是白色的。
我给你画一个对对半的爱心。哎，这个小的吧，就是导致就是这个馅儿下的有点满，太小了。好满，这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呀，很小一个，好可爱，我喜欢这种。怎么我包的饺子都长这样？挺好的，谢谢你，但它就是立不住。现在会了吗？我现在。你再把它挤一挤，它就立不住。然后你就挤它的边儿。嗯。啊，很可爱。哇塞！你是馅是真多。大胖头鱼。大胖头鱼。胖头鱼。大胖头鱼挺可爱的。这是啥呀？这好不对称的美呀！我天哪。这是馄饨吗？你包的你啥样啊？像大鲶鱼成精了，就长得像大白菜一样，那是我的。行，捞到这个就给你。好。突然有一种过年的感觉，真的，我感觉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一起包过饺子。我也是，比过年人还多，是不是得放上春节序曲了，家人们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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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直接跳到对哦，直接开幕了。观众朋友们，中国中央电视台，中国中央电视台，咋办？这丑了吧唧的都是我，你们捞上来就给我吃吧。你自己煮一锅。哎呦天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那泡芙老师。这饺子形态各异。对，咱要不先把那个菜做了？好，做可乐鸡翅。哇哦！我真的是太久没有这么劳动了吧？劳动是其次，做饭我都太久没有这么做饭，还挺好玩的。我妈肯定想着，天哪，闺女啊，你在家可没做过呀？我除了三婶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起包饺子，对，其余时间不会动，是不是？我还偶尔做一做，就是杀青了以后，我就想躺在家里。可以了，哇，漂亮！哎呀，姐上菜！哇，哇塞，哇塞！希望你们喜欢吃啊！看这个样子我就馋死了。哇，这是啥？煎豆腐。哇，金黄色。嗯，咱给它起个名吧，叫黄金豆腐。我还有一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。厨房快来，牛，好了哟，好棒，吃饭吧。这两个椅子，赶紧吃，你们忙一下午了，肯定饿。辛苦了，姐姐们。辛苦了，姐姐们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开动吧，朋友们。OK。我姐炒的这个鸡蛋超好吃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。好好太香了，既然这鸡蛋已经被我们封抢了，然后这边还要这边多，今天我们的战斗力真的是百分百，很可能吃，太能吃了，太能吃了，今天，哇塞，哇，这皮蛋好好吃，我本来不爱吃皮蛋的，但这个皮蛋好绝，好吃，真的，我在狂吃饺子。这个饺子明天你们可以煎了它，肯定很好吃。嗯，宁姐刚才包那个饺子巨专业，因为小的时候家里是开那个饺子馆的，哇，所以我擀皮儿特别快。哦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没啥，啊，不是这话跟姐姐说。啥呀？怎么了？没事姐。怎么溅到眼睛了？吃到辣椒了。嘉玲姐，她有句话要跟你说。我也要，那一起说呗。一、二、三，张万森下雪了！张万森下雪了！好好好，我这句台词真的是。很累哈，真的很累。你们每天都会这样吗？我们现在早上起来手是弯不了的，就弯到这个程度就开始疼。我们
们以前可以这样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现在最大力就是这，然后就会爆疼。嗯，握不上的，真的握不上。但明天我们会不会也这样？会会哈、啊，我觉得也是。我现在这个关节，你看，他们都干了那么久活了还这样，我们突然间干一下，那个乳酸堆积会更加严重。而且这属于我们比较轻松的时期。嗯嗯。这都属于轻松的了，他们在腿儿去抓羊的时候那真恐怖啊，天哪，不敢想象。这也就是他们年轻能干，这节目要是找点我们这种老年人根本就干不了，凑不成这局，这局组不成。真的，我觉得硬着头皮两天，第三天就挂了，挂了，直接认输。真厉害啊，他们这半年是值得出去吹牛，可以吹一辈子了。我们不来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这么的真的是在干活啊，并不是真的只是录节目而已。真是没想到，把这句话给我播三遍了。真是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，真是没想到。可是我没有，我在想节目里到底能用那么多素材吗？用不了啊。但是不干他没有那个结果呀，嗯，对吧？这个过程他可以很省略掉，不播，但是你最终那个结果还是要播的，嗯，那就所以还是得干，嗯。我现在还在脑海里面说那个区，我们就是真的是作为牧民在这里生活，干所有牧民要做的事儿。我就感觉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就是治愈我的，就是可能我回去以后，哪怕我很长时间没有工作，我都会，比如说我可以自己在家做电焊呀。刮刮腻子呀，就是很充实，就不会再就是在家硬等了。以后可以在剧组当两份工了，到你的戏你去演。场务我也能干。哎，对，然后这边电焊，稍等我电焊，然后电完你接一下，我去那边叫我到现场送盒饭什么的都想好了，我们回去开个快递站，骑摩托车开拖拉机都能送。就是技多不压身，对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年轻真好。年轻真好，是你看他们现在这个点了，他还有这个力气说话在这儿呢。我真的来了就两天，我都觉得我们已经就是感受不到你们那么多的乐趣。也蛮难得跟你们一起，就是看着你们学习了那么多的东西，然后跟你们一起体验，也挺开心的，也是我们很宝贵的记忆。嗯，很幸运可以参与你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。我们也同样无比的荣幸，我们也很荣幸，真的。可以给你们做一顿饭哈，挺开心的。嗯，我们能吃上你们做饭，我们也很开心。我们喝一杯吧，为他们的勇气。Cheers to everyone！ 谢谢。敬青春，敬青春，敬未来，敬未来。来，敬我的。我觉得你们相处得很好哎，你们都自己很有乐子哈。你会想起女生宿舍的那种感觉，能玩起来闹起来的那种。可能我们现在可能能聊聊天，但是也不可能闹起来了，闹不起来了。但他们真的能闹起来，我就觉得半年时间我觉得很值得，很值得，对吧？你们都会是彼此的好朋友了，以后已经是亲人了。对，患难过的亲人。你们现在不觉得怎么样？等你们完事结束了以后，会可能更想对方。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后知后觉的事。别哭别哭，现在哭有点早了吧。他可能在哭，不想跟我当亲戚。从家我们的办法告诉我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带乐器什么的？有，给姐姐表演个节目吧。好呀，快点，绿茄子上啊，快点。好好好，我们要听绿茄子的主唱。小调，这是关于月亮的春秋和冬夏。让我们一起唱一曲草原上的小调，唱唱日升月落，唱唱朝霞和夕阳。好吧，那我们要去了吧。走啦。哎呀，辛苦了，亲爱的，今天。
要越来越好哟。下来再找我玩。好，我们会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开心。完了，我这一。你们加油啊！加油，加油。拜拜。你先抱我吧，我不能跟你分享这个拥抱。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哈。嗯，来来来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不行了，我们要哭了。拜拜，姐姐。拜拜，一路平安哦。一路平安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继续坚守阵地。好的，你们回来，北京请你们吃饭。Yeah! 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拜。舍不得，这么可爱的姑娘，真的是很可爱。放肆生活去燃烧，好品好价上天猫，上淘宝搜“燃月梦想家”抽惊喜红包。咱们开始学搂草和卷草了，出发。你就瞅那宽窄就行，别刮着那人家。然后看着沟啥的，你可以不用过沟，插满了以后会报警。后搂，往后拉。好，没问题的，老师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越来越熟了，厉害！孩子们，咱们家这个牛和羊该卖了。那卷卷不是留不住了？卷卷太小了，它肯定不会被卖。今年要卖的就是大概500到600斤，20只左右。看看你卖哪个？那吃奶那个？这两个？93、95，对吧？这大牛出去，大牛出去，19个完事了。20个得了，嗯，这咋拔呀？啊，这是卷卷，老实点儿。就他吧，小点小点吧。啊，卷卷要走了，这要吗？这个还吃奶呢。我在想他在，不是，他想在养人。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家养牛肉。这会儿，这会儿，不会有。不也要一点牛肉？嘟嘟好可爱，一直在呵呵呵呵呵就没停过。谁呀？嘟嘟嘟。哎呦天哪，哎呦的妈，你别照进去了，那菜都糟践了。啊啊啊！你怎么鼓掌啊？大家都在鼓掌。哦，太可爱了的！集送百种追踪方式，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。电视看爱奇艺，就用奇异果 TV。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《燃烧的月亮》二创活动，赢丰厚奖金。上微博参与《燃烧的月亮》牧场小测试活动，一起解锁牧场知识吧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《燃烧的月亮》，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。上百度 APP 捏一下 AI 帮你获取更有用的信息。上百度搜索燃烧的月亮，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。如果城市太喧嚣，那就带上美图秀秀来场短逃离，来龙湖天街解锁生活欢乐时刻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、微博娱乐、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、网易新闻、新浪新闻、百度、百度网盘、搜狐、美图秀秀、中华万年历、环球在线、华语之声、智娱、成果、影视聚焦、龙湖天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两个腿不这样吗？你要把它绑在一起吗？中间你麻花，拧紧这边，再系紧，如果发现还是松，多加肚子。